我今天就来这个泰国直送的榴莲芝士蛋糕，听说很受欢迎，很难买的。隔着个盒已经闻到一阵香味了，等我拎回公司给同事试一下。这个榴莲蛋糕已经拎到回来了，等我现在打开看看怎么样。咁呢件蛋糕咧，面头就系去咗屈嘅金枕头啦，中间就系榴莲芝士蛋糕，加埋最底就一个饼底嚟噶啦。我而家就同大家试下呢件榴莲芝士蛋糕先。面头嘅榴莲咧就好 creamy 同埋好浓郁啦，咁中间嘅芝士蛋糕夹埋咧都好滑嘅。咁我而家咧就拎件蛋糕吓吓啲唔食榴莲嘅同事先。你在那度我已经闻到很劲的臭味，我不吃榴莲蛋糕，但是很浓郁的味道，我标准应该是很香的。你给第二个同事试一下。好 OK， 那我现在就给其他同事看看先。哇，多谢多谢。好实惠的芝士蛋糕，而且是两样东西的味道都突出了。榴莲和芝士都是我最爱的。榴莲是劲重的，淋一点会开心一点。